厂长和书记很晚才回来，回来的时候厂长的衣服全身都湿了。知道了。还有，晚上林总也来过，提着一个保温瓶，临走的时候把厂长的衣服都拿走了。小王，这件事情你只能告诉我一个人，知道吗？要注意保密。我懂。 厂长和书记每晚工作都很晚，真的很辛苦。你尽量把他们都照顾好啊！妈，妈，咱家洗衣粉呢？洗衣粉在这儿。给我。哎，妍妍，你调走这事儿，你跟厂长说了吗？我不走了。 你同学不是都帮着你联系好了吗？妈，我之前跟厂长说过了，厂长说呀，咱现在走叫落荒而逃，咱厂子稍微好点了再走，那就叫得胜而归。嗯，这程厂长可真是个有本事的人，何止有本事啊，妈，他就是一个英雄，这人吧，就是男子汉，有感染力，跟着他干。 心里踏实，厂子有盼头了。嗯，就这么跟着他，哪怕一辈子在这穷山沟里，也值了。圆圆呢？你可得小心呢。小心什么呀？您这样看着我干嘛呀？ 可能的，我知道。嗯，这样的，不可能就好。怎么回事？谁弄的这是？干嘛？王班长，走，什么事？嗯，你看看，你看看怎么回事？啊，就你们班的伸展秩序是最乱的。 这上个班收拾的整整齐齐，到你们这儿就乱七八糟，赶紧找人把这收拾了。啊，看着像什么挂你。厂长，哎，就好。班长，厂子有变化，但是还是不行啊。这60年代的老厂房了，不能跟现代化的新厂房比啊。到现在为止，今年的任务完成了多少？不多呀。 就4000多万的产品，要再拿不到新的订单，下个月就得停产了。军品原材料也快用光了。走，到你办公室。哥，你坐，我给你倒水。哎，丁总来玩了。 啊，你的工会主席上面批了，祝贺你！啊，不行，哎呦，谢谢我哥，谢我哥。工会主席是厂领导班子成员，你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呀。哥，你唯一来就给我施加压力啊，那我们这204车间主任谁来顶？还是你当，等有合适的人再换。 哎，今天是周末，军亮说了，约你我去他家喝酒叙叙旧。军亮这酒我不能喝，我要去喝了，更说明我这工会主席是他的恩赐，不能去。都是兄弟，至于吗？有什么话说开就完了。我就跟你直说了吧，哥，就在去年。 他赵军亮就把101车间的一台输送机床卖给南方的一家乡镇企业，1000多万的进口设备啊，哥，300万就卖给人家，啊，他们那帮人拿着这个钱出去招商旅游、考察，挥霍一空。我和刘军龙把这事儿往上面汇报，他军亮串过头把别人车间主任给撤了，你这不是打击报复是什么？啊，为这个事儿，我和赵军亮恶干了一仗。 你们之间可能有误会。赵军亮只是个副厂长。
误会。你对赵俊亮不了解呀、啊？这么些年他的变化是太大了。前几任厂长也就是水过地皮时，谁都没有俊亮的根基厚。他能够在厂里面当领导，靠的就是摆弄各种各样的关系。你到下面去问一问，在我们厂要想当官，没有他赵俊亮，你好使不好使？你跟他对着干，他仍然提名你当工会主席，说明他还不错。哥，我跟你讲实话，我郎三就是凭着真本事，这工会主席我也能够选上。赵俊亮这件事情上也就是做了个顺水人情。这回好了，你回来当厂长，他的腰杆子更硬了。你是说我是他的后台了？你这个样子像他的后台啊，他俊亮要的也就是这个效果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哥，我承认俊亮确实有本事，但是你不知道这么多年他的变化太大了。真的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一物降一物，只有你能够降住赵俊亮。你是不是想借赵俊亮来撑住咱们厂里面这局面？这不是谁降得住谁的问题，咱们不是兄弟吗？他帮我，你我帮他。就怕我们谁也帮不了他，他把你拖下水去。我是那么好下水的吗？这重大利益面前保不准啊，不好说。我对你也得小心点。你就那么信不过我？哎，大哥，建行那个500万贷款搞定了，已经到咱们账上了。好啊，那么一来我就不用为下个月的工资发愁了。哎呀，还是你行啊，谢谢俊亮。好，还有个事儿我得向你汇报一下啊。啊，你说。你知道上个星期咱们那500万为什么被冻结的吗？为什么？人家啊要咱们4%的回扣，哎，但我没答应。这是明目张胆的索贿啊。这我还能不明白吗？哼，咱们要是给了，那就是行贿，事情就大了。哎，这都是没办法的事儿，咱们得求人家嘛。我知道这件事儿你不会同意，所以啊，我另外想了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我从王老六的矿上拿了20万给他们。这不是一码事儿吗？这事儿咱们不能做。俊亮，把这500万给他退回去。你知道现在贷点款有多难吗？现在咱们厂这么困难，人家能给咱们贷500万，这已经给很大的面子了。开工没有回头的箭，要不这样，一切事情我来承担，你呢就当不知道，这件事跟你没关系。你以为我是怕承担责任呢？军亮，你这是在往火坑里跳。事儿我已经做了，我只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我知道你现在很为难。两码事儿。再难，我也不能让兄弟为我去跳火坑。我现在啊，反正已经是不清不白了啊。跟你说实话吧，上届班子里这种事儿没少干，这种浑水我也不是第一次趟了，我不怕再犯一次错误。我知道你这是为我，但这种事情咱们这届班子不能干。俊亮，我这是很严肃的跟你说这件事啊。行。那就看着办吧。哦，对了，你别忘了啊，今天晚上你和郎三到我们家去喝酒去。啊，我跟郎三说了，他不愿意去，我看算了。随便。请进。班长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
李元，你想办法把建行贷的那500万给他退回去。为什么？别问为什么，赶紧退回去吧。这退不回去了。什么叫退不回去了？前一道账已经还了几十万的利息，我又把将近400万的钱划到下个月全厂职工的工资卡里去了，这账上可不就又……出什么事儿了，厂长？没事。真没事儿？没事，你回去吧。这个糊涂蛋呐！大明，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不说程瑞和三儿上咱家喝酒吗？他们来了。哟，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？我这都准备好了。席好办，客难请。不来啊，咱们自个儿吃。那程瑞为啥不来了？他晚上有事儿。三儿呢？程瑞不来了，他也就不来了呗。你们是不是闹别扭？没有，他刚来，我跟他闹什么别扭啊？那是打电话，就说我请他。不来就算了。你不打，我打。哎，爸爸，爸，他晚上真的有事儿。啊，您改天再请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那程瑞一个人在这撇家舍业的不容易啊！记住，每个星期天都让他回来吃饭，听见没有？人家现在是厂长，还需要您照顾。他就是当多大的官，在我面前他也是个孩子。你说你们啊，那小时候吧。一块上学，一块放学，回来呀、啊，再一起写作业，一起玩。那陈瑞呀、啊，咱家的饭可是更少吃啊。您别老提小时候好不好？人家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。他怎么就不一样了？我没法跟您说，您不懂。那你不说我能懂吗？你看。娘，他不来，咱们吃。妈，哎呀，大哥，这发电机才卖18万，你就拿走了20万。咱们亏了，这些年你占厂里的便宜还少吗？经你的手，转卖厂里的那些旧设备，你说，你赚了有多少呢？那倒是，有的时候吃亏是福，你懂不懂啊？老六，从今以后，厂里的便宜你不能再占。这个，你看你跟程瑞是拜把子兄弟，这事儿。所以我才要帮他度过眼前的难关啊！好，我听你的。现在呢，在厂里边正在搞整顿，有的人总想拿煤矿那点事儿做文章。老六，你呢，赶紧把煤矿和厂里的那点账结清了，现在不比从前了。明白了。那我呢，就嘱咐我的这些手下，最近一段时间呢。找到你们厂里去。这是您要的清欠账表。李远，煤矿来电话说卖发电机的钱已经还回来了，这账上没有显示。我也没看到这笔钱。程厂长说先挂着，以后再处理。先挂着，以后再处理，什么意思？
就是把欠款先挂在往来账上。林媛，你没跟我说实情。我说的是实情。你不说我也能查清楚，但是你记住，财会人员必须要坚守原则。那您自己去问陈厂长吧。好。哦，对了，去年经你的手卖给南方乡镇企业的那批旧设备，有一笔600万的货款到现在都没有到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钱已经到了。那你赶紧打过来啊，厂里有急用。大哥，这钱呢，让我先用上。那是我们厂里的钱，你怎么能够用啊？是这样，这笔钱呢，用在我们俩联合开发的工程师宿舍楼地产项目上。这合同里不是都写清楚了吗？我们出地，你们出钱盖两栋楼，一栋给我们做工程师宿舍，另一栋呢你们拿去搞商业开发。啊，对，是这样，但是这银行贷款不够，我手里又缺钱。那这样，大哥，你让我还几个月，我就还你了。你怎么能够这么干呢？王大义为这事儿天天盯着我。老廖，你赶紧想办法把这钱给我还回来。大哥，你看你跟程瑞是拜把子兄弟嘛，对不对？这事儿沟通沟通。哎，咱这样，大哥啊，你看等交房的时候呢，我送一大套给他，这事儿不就完了吗？你以为你那套跟谁都管用呢？反正我这钱用到工程款，那你说咋办呢？动用这笔钱，你经过谁批准了？哎，大哥，不是你打电话通知他们，让他们把钱汇到我公司账户上吗？那是因为我们厂欠银行的钱太多了，我怕他们冻结这笔款子，所以我才把钱汇到你的账号上。这没经过我的同意，你怎么能够使用这笔钱呢？你这是让我犯错误啊！哎，大哥，你这就严重了。你看啊，这钱又没装在你兜里头。哎，你讲真的，你让我好好缓一缓。那个，仨月我就还你。老刘，你这是在坑我呀！我要是出了事儿，你能好过得了吗？反正这事儿呢是咱们俩的事儿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你好。喂，是我。好，我马上回去。程瑞叫我回去开会。老六，马上把这笔钱给我还回来。行，我想办法。来，哥，我送你啊。你要是能把厂里的钱还回来，公司里属于我的股份全都归你。哎呀，我就不明白了。哎，你当初不是说趁着工厂破产倒闭，咱多捞点吗？这不是你说的吗？188厂不是以前了，也许倒不了了。程瑞这么跟你说，你知道我们俩的关系。我这位仁兄这么玩命干，我得帮他。他要是死在这儿，我这心里边能好过得了吗？哎呀，大哥，我这么佩服你，仗义。贷款的事情我知道你是帮我，我这是要犯错误，这种事情以后不能再干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和平年代，军工企业想要生存的好，必须用民品项目的支撑，利用军工技术生产民品，这是一条成功的路。这个市里你人头熟，带我走一走。咱们要争取把项目改造的贷款拿到手，这个项目由你负责。交易投产了，咱们就成立民品公司。市里边这金融部门的领导都是我朋友，可有人偏偏说这是在走后门拉关系。企业要生存，闭门造车不行，必须有良好的外部环境。如果喝酒能解决问题，那就喝嘛，为什么不喝？林园为了过年大家能用上电，喝的都住了医院，
职工怪他了吗？没有。林元说，春节时各家各户给他送的饺子，够他吃一年的。是啊。哎，那年你说这个，在一个大会上啊，你说这喝酒就是生产力，后来被上级领导通报批评了。我跟你说正事儿呢，你提这个干嘛？这整个军工企业都发了简报了，这个咱们厂的职工没人不知道的。你有点幸灾乐祸呀。我就是爱喝点酒，朋友的酒喝，工作的酒喝，熟人的酒喝，生人的酒喝，怪人请我喝酒我也去，三杯酒下肚，原来不好说的话也好说了，不好翻的脸也敢翻了。那那天我请你喝酒，你为什么不来啊？那天不真有事儿吗？别骗我了，我知道，要郎三不来啊，你也就见姑不来了。啊，对了，昨天那500万。我好不容易把这个月的工资发下去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得谢谢你。老跟我说谢什么呀？你是船老大，你只要不把我扔到河里，我就跟着你划船。我干嘛要把兄弟扔河里去？要是咱哥俩联手，这厂子里的事儿就好办多了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最讨厌像王大义这种耍嘴皮子、背后整人的政工干部了。你对王大义有误解，并总派你应该是这厂长兼书记才对啊，把王大义派来当书记是不是想让他监督你啊？有人监督未必是坏事，像我这样的人没人看着还真不行。可我看啊，未必是好事，你想干点事儿吧，他总是在给你找茬。你跟王大义需要磨合磨合，上车。喊起来啊！嗯，星期天就犯懒，这还像个当过兵的吗？报告首长，昨天晚上查账，到今天早上才睡。哦，吃饭。问你个事儿。嗯，煤矿把卖发电机的钱还回来了，你让林园把账挂上，什么意思？这件事情你就别问了，烦人。你让我清账。这件事情我怎么能不问啊？这钱让我贪污了。你有这贼心没这贼胆，肯定有事瞒着我。碰上你这么个搭档，想谋点私利怎么就这么难呢？坦白吧，这钱干什么用啊？借给一个朋友了。朋友？什么朋友？谁没有三亲六故啊？别问了，我是书记，我有权监督你。你如果真把钱借出去，那得有借条，否则就是挪用公款。我都快烦死你了。我是怕你犯错误，知道吗？人只要干工作就会犯错误，你就让我犯一次错误不行吗？那要看你是犯什么样的错误。我真犯了一个错误。你说吧。你如果说出来，没准我还能够帮你打个掩护。咱不是从市行贷了500万吗？啊。银行的操办人要4%的回扣，我实在没辙了，给了他20万。这可是行贿啊，你不会不知道？知道。那500万贷款，是不是赵军亮经手？是，是我同意的。你糊涂，这是赵军亮给你下的套，拖你下水。没有这500万，我就不能按月发工资，不能发工资就稳定不了局面。
这件事情我负责，该怎么处理，你看着办。你让我跟你说什么好啊你？我现在才发现，人穷极了就会铤而走险。同瑞，我跟你说，我太了解你了，这不是你干的。我同意就是我干的，怎么处理是你的事儿。那就把钱先挂着，等有了钱以后马上补上，下不为例。你也成了同犯了，还不是因为你这个混蛋。你给混蛋做搭档，那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我真想抽你。抽吧。这几天到厂子里转了转，总的印象还是脏乱差。小时候放暑假，我常回农村老家去。奶奶家里穷，有时候甚至吃不饱肚子，但是院子从来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奶奶常说，穷家勤扫地，贫女常梳头，人穷志不穷才能有出息。从小这句话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。明天我想组织一次全场的大扫除。好，这个意见好。哎，你们几个干嘛去啊？你没看全场都在打扫卫生吗？这么多年该打扫打扫了。上面介绍了吗？好了，下来吧。干嘛去？我不放心，到车间去看看。我也去。好。厂长，那些退休老工人又来了。他们呢？来干嘛？扛着铁锹，拿着扫把，来参加大扫除。哦，厂长，我们也来参加大扫除了。哎呀，欢迎啊！哎呀，哎呀，都来了，都来了。我们厂子虽然不景气，但是精神不能倒。咱们要是188厂有个新的面貌。好家伙！看着啊，厂里啊是给咱们解决困难的，咱们在上访就不占理儿了。是我让大伙儿把车票退了的。哎，你说昨儿个，咱们所有的这个上访的头头这家里，厂领导一个一个的都登门拜访了，这事儿你怎么看呢？这事儿啊，我看不大清楚。可是有一条我知道，程厂长、王书记都是好人。呦呦呦，你可小心点，被招安了。我让人招安了，你今天招呼大伙大扫除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什么意思啊？哎，做一种姿态呀，让新领导看看，看看咱们这些老人到底怎么样。哎，咱们上访那不是闹事，那是解决问题。反正是啊，他要是给大家伙办好事，咱们就支持他，拥护他。要是不动真格的老玩的一根龙，就跟他掰扯掰扯。我说头儿，
你可是好个田南平，你口口都是词儿啊你。哎呀，不要留四条啊，别留四条。赵师傅，听说您把上房的火车票退了。那是因为今天参加大扫除。你听好了啊，我们提的问题你解决不了，过几天我还得招呼大伙上北京上访去，明白了吧？孝老儿，告辞了。刘师傅，长官光临。这小活不用你动手。哎，船长啊，这个拖欠工资的事儿什么时候补发呀？我现在手里没钱。有钱没钱啊，那是你的事儿，说话总得算数吧。算数，可是要扭转厂里的困境你得给我点时间。那我问你啊，就靠204车间这么一条生产线，你能养活得起这么大个厂子这么多的人吗？那刘师傅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哎呦，你抬举了。我有啥办法啊？我看啊，你现在是拖，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哎，保持现有的局面拖他几年，至于破产不破产，你是啊骑驴看上本走着瞧，我没有说错吧？把这料都分清楚点啊，拿好块抄过来一半。喂，你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哎，血压有点高。来的时候吃药了没？吃了。来。老人家，你也来大扫除啊？大扫除，提提精神，是好事啊。下了那么多盘棋了，还不知道您老人家贵姓呢。哎，惭愧，我是陈乃昌。哎呦，老厂长，老书记，哎，你看。您是全国著名的兵器专家，我居然不认识。久仰久仰。哎呀，惭愧啊，是那个年代啊造就了我们这批人。过五关的事儿呢走过，也走过麦城。七年前我还是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厂长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咱们生产任务那是非常的饱满。哎呀，就是每天加班加点都完不成任务。当时我的思想里头呢只想着如何完成上级交给的生产任务了，可就是没看到啊，企业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。哎，咱们坐着。哎，好，坐着。来你坐。哎，突然间呢军品任务锐减，厂子一下子没活干了。当时啊我脑子里头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，根本不懂得市场。我记得当时像重庆嘉陵啊西非长安啊等等一批军工企业，人家很快在市场上就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可咱们188厂呢却掉队了。188厂是在我手里开始滑落的。我一想到这些我心里就难受。可让我没想到的是，
接下来的这几任班子呀，也没有止住工厂的下滑。有的班子在困难面前显得是魂不守舍，有的班子呢搞贪污腐败，工厂的精神呢全都让他们给搞垮了，所以才造成了今天188厂这种混乱的局面。当然了，下滑是从我开始，我一直希望能有一位厂长能够力挽狂澜，重振188厂。我希望他能弥补我过去的过错，别让我遗憾终生啊。这个人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老厂长，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。谢谢你。厂子这么大，人这么多，靠国家养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师傅，一定得想办法恢复生产呐。可是和平年代，军品订单本来就少，多个厂家竞争，要增加军方的订货难呐。是啊，这个我也知道。可经过这么多年的反思啊，我体会了，要提高竞争能力，必须要有较高科技含量的新产品出来。我们厂还有一个155生产线，当年在亚洲是最先进的生产线，如果你把它用好了，对咱们厂走出困境，我想肯定会有帮助。老厂长，你这个建议。其实在这个拓荒路上，你看仰着头很有力度嘛，你看这你还看不懂啊？这个真是……哎，你说的我就明白点啊，鉴赏能力。好，好，明白了，就这样。现在局面基本稳定住了，下面面临的危机就是上一批的军品订单很快就要做完了，一做完之后，214车间两条生产线就得停产，这个是我们厂唯一的饭碗。正好下周一我去省里参加北方军代局的军品订货会，能不能拿到军品订单关系到我们厂的生死存亡，各位有什么告状各抒己见。兵总对我们厂的情况比较清楚，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去跟他们说说，给我们点照顾。要照顾，要照顾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关键还是要提高咱们自身的竞争力。我认为啊，现在当务之急的就是尽快的启动155生产线，因为这条生产线在咱们全亚洲是最先进的，如果说用好的话，对帮助咱们厂走出困境肯定能起到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。你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，要拿不着新的军品订单，204这个月就得停产，你哪还撑得了两个月啊？咱们账上还有多少钱？兵总给了我们400万的补助费，扣了下个月的工资，现在账上还不到40万。你看，买这个原材料，这少说也得1000万。生产线的检修期现在也到了，光是更换安全器件就得40多万。如果说再不更换的话，下一步很有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安全事故。这个钱不能省，安全生产是咱们军工企业最重要的。实在不行，下个月工资先不发，集中资金解决生产问题。那也不行，
程厂长答应了，不欠咱们职工的一分钱。咱们职工本来工资就很低，这关系到我们企业的稳定大局。哎呀，现在我们说那么多都没有用，全都是空话。你现在没有钱啊，这问题解决不了啊。最关键的问题，那就是缺钱。钱订单拿回来，你没存，你没用。你现在没这财务的事，我是干不了了。你看每次看到这报表，头都大。反正上你这儿来，没钱干钱的问题，没干别的问题。你是吧？是吧？你叫他来，谁是你干的问题？那你叫，真是。哎，主任，厂长怎么了？厂长，到手里给人拿药。运动的我心里永恒的渴望，让激情把沸腾的信念擦亮，去寻觅人生最美的风光。只因为身上的血依然滚烫，的心仍微凉，让自己无悔地走向风浪，把脚下的路